我哋咧今晚咧又非常之温柔嘅導演喺我身邊，咁我好開心， yes. 非常之開心嘅。哇！呢、這個真係啱我啲好幼細嘅朋友，有冇啲大少少嘅俾我？佢幼啫，唔係你粗。我梗係話咁講噶啦，係咪？咁跟住咧，嗱，我啲頭髮終於變翻正常少少啦，我開始可以散翻頭髮落嚟見大家，同埋我好耐冇著過呢啲咁嘅衫啦，今日辛苦你哋眼睛。我好中意著呢衫嘅以前，因為成日喺馬來西亞嗰陣時好熱啦，咁我件件衫都係差唔多樣。我問啦，我啲 friend 問，咦你呢件衫唔係好多色都買曬？我係啊，件綠色俾我著到殘曬抌咗，白色我買咗三件，所以冇事。黑色 OK 仲 OK， 粉紅色都唔知去咗邊啊。所以如果我今日揾得翻出嚟，可以攞出嚟著。同我頭終於都唔係尖啦，真係好好翻少少。我同導演係啦，咁所以咧點著唔喺度 ，OK？ 咁大家有啲咩咧，佢就聽唔到呢個 background music， 唔好意思。但係聽到我哋不停咁講嘢，同我導演。咁跟住咧，大家想落單都係嗰度啦 ，capital WhatsApp 去64444870啦。咁咧，我哋可能會點著咧，就會喺一個地方度等我哋嘅啫。咁早氣啊早，因為我同阿導演咧，阿導演啊好準時瞓覺嘅。Amy， 咁所以咧，同埋可能大家都要翻工啦，咁或者有啲重要嘢做啦，咁啦。我見到而家咧啲朋友仔咧，全部都on track啦。除咗你哋要去旅行之外咧，就我發覺好多朋友仔咧喺條街度咧，無論佢哋自己去做運動啊，好多朋友仔啦，去做運動好早就去做最早嘅瑜伽班啦、行山啦，即係可能大家要 keep 翻 fit 啦咁樣啦。跟住有啲又去下補習啦，好似我咁啦。咁跟住就好多人喺條街度啦，好早已經大家起曬身，所以咧我哋早少少做咧，留翻大家有個非常之好嘅睡眠咧，就可以聽日好靚咁樣出街。OK， 咁咧導演。店長好犀利，入咗嚟竟然快到咁樣。咁你哋有冇特別嘢想睇？有特別嘢想睇就話俾我聽啦。咁我就可以咧，講咗先嘅。咁大家 ，Hello Cherries， 咁都係 Capital WhatsApp 去64444870先。大家屋企閒置咗嘅嘢，就一定要咧俾店長啦。因為咧。閒置咗嘅嘢咧，咁跟住唔好嘥你啲尊貴嘅位置啦。咁俾店長啦，你換啲呢排你好想買嘅嘢啦，咁樣啦。咁樣我 fit 咗咁多，Amy 係咪真噶？你知唔知佢得個膊頭嘅啦，人生好噶啦而家。唔好咁啦，其實泄露咗我哋食麥樂雞呢件事。其實真係話導演咧食咗麥樂雞先可以講出好精神。咁樣好味，因為有四隻醬咯，四隻醬真係好犀利。跟住四隻醬係要減$5嘅，大家記得用姜圖嗰啲用 Apps 買。咁跟住係啦，咁跟住姜圖開演唱會，今日係咪啊？咁啊祝佢成功 OK。咁跟住咧咩啊？係啦，咁我哋咧我哋可以等個店長幫我拎完 share 之後咧，我就可以開始講噶啦。又係邊有得？係sorry， 唔係我，其實唔係啊，係因為咧嗱，我塊面就不嬲都係圓噶啦，大家知道。咁咧，如果直頭髮，你會覺得瘦啲咯，即好似我嘅細個嗰陣時，我成日。誒中意睇阿 Kelly 唱歌，咁我就話：哇 ，Kelly 真係要直頭髮 ，Kelly 一攣頭髮咧，個樣咧就突然間肥咗。咁都係當然佢瘦到爆炸啦。咩話？淨係 fit 咗個膊頭都低咗，係啱啦啱啦，即係 fit 咗。佢行路係個膊頭喐噶嘛，即係做運動。即係做到呢度，做到呢度咧，得咗唔緊要，大家唔講咩笑咧，係咪？好掛住阿 Lego 你啊 ，Amy 話。我都係啊，你快啲翻嚟啦！快啲翻嚟，佢去咗邊度啊？我去咗第二度啊。可能有表演啊 ？Amy 係咪有表演 ？Amy 係咪有表演？係。咁唔緊要啦，你快啲得閒嚟探下導演啦，同佢約下下，因為佢唔係日喺度嘅。OK。咁跟住我琴日咧，竟然晏晝會翻咗嚟啦，跟住見到好多尊貴嘅客人，好開心啊！我都咁跟住咧。我哋開始講啦，唔好阻住大家好唔好？等下店長慢慢 share 啦，嗰啲客人可能未翻到。你知你一講可能講一粒鐘，即係講下今日去咗邊嘅一粒鐘。同埋咧，係啦係啦，唔好再講啦，講到我繼續講，繼續講其他嘢。咁好唔好？咩話？咁好啦，我哋開始講啦，咁樣啦。咁多謝大家收睇啦，我係 Cherry 啦。咁咧講啲咧依排咧勁 hit 嘅嘢啦。咁其實秋天咧依排咧都唔係依排嘅事噶啦。咁因為夏天啦，我發覺咧我去街街咧，我心諗
差不多我見到咧，我大部分嘅朋友都同我講呢排想去買，無論佢屋企有幾多個都好啦，佢想買個佢屋企冇嘅顏色啦嘅 Picotin 嘅咁樣。咁我問佢點解咧？因為佢就話我整咗頭髮啦 ，Suki 係啊，終於唔使再整咧嗰個行政車嗰個頭啦，因為咧佢終於變翻唔係尖啦，我叫佢收翻掘啦，我真係接受唔到好尖嘅個頭，所以我之前個頭散得就我，所以個樣好奇怪，係啦，咁跟住大家都知道係咁樣噶啦，咁所以咧我就講，咁跟住咧就今晚會講一啲 Picotin 啦，因為真係好多朋友夏天好想買，因為咧第一佢入手。個價錢温柔啦，同埋佢真係裝到好多嘢啦，同埋咧，就算你哋去 travel 帶佢咧，影相又好睇啦，著裙著褲都靚嘅。所以我哋今晚會講一系列嘅 Picotin 啦。咁價錢我會叫我哋撳嗰啲專柜嘅店長咧，計翻一個非常之靚嘅價錢俾大家。咁18同22咧，即係你哋咧，我都會講嘅。OK， 咁但係咧，睇下你中意啦。咁樣中意裝多啲嘢嘅朋友咧，就真係要22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唔使，我唔係好多嘢裝嘅啫，咁啊18都 OK 噶啦，已經 OK。咩話？係啊 ，Hello 思思，晚上好，我哋早咗今日。咁我哋開始講嘢啦。OK， 咁啊放低我個可愛嘅專櫃手袋先。咁我講下一啲簡單嘢先啦。咁啊，咁第一個咧就係 FF 店長唔知有冇幫我 check 咧 ？Hi Tony， 咁跟住咧呢個 FF 咧就係咁樣嘅。咁係一個咧95新嘅 fan 啦，95新 fan 啦。咁如果大家可能好似我咁啦，休閒啲啦，咁而家真係好熱啦條街，可能大家都著唔到真係好好厚身嘅衫噶啦，一定會簡單。咩？講唔講 CC？講點可能成晚就係講邊個天啊 ？Hello Annie，Annie 你好啊 ，Fanna 你想睇咩 ？CC 我準備定俾你睇，你想睇 classic 啊、特別啊、小盒子啊，定係咩類型？話我知，跟住我哋早啲準備俾你。Hi Charlie，Hi Cherry， 咁啊第一個就係佢啦。咁佢咧有條長帶嘅，睇陣。係啦，條長帶就係咁樣啦。條長帶可以拆出嚟嘅嚇，你哋唔係一定要同佢喺埋一齊嘅嚇。長髮車係啊，長髮車係，咁跟住咧係啦，就係咁樣啦。咁樣休閒啲啦，我覺得都抵玩嘅。咁而家所有 FFF 嘅檔其實都加曬價噶。咁如果你喺度買嘅話咧，都抵嘅。呢、這個4500，係 Hello Eight 嘅 ，Hi Diamond， 係啦，咁4500啦。咁我覺得都可以考慮換下袋嘅時候咧，悶悶地啦，可以用嘅。真係抵噶，喺度買，好咯，大家你帶走佢啦，好啦，佢好靚仔。好啦，下一個，下一個咧，係俊啦，早晨。咁跟住好啦，下一個咧，下一個頭先個導演話，哇咁誇張嘅，我覺得大家咧，如果佢去下街咧，又唔係話應該有價錢嘅嗬，係啦，即係如果去下街，你又唔係諗住即係諗住可能去行下，即係你嗰日要去拼咁樣咧，即係你哋翻去shopping 咁樣啦，咁可以考慮下佢啦。佢咧就係我喜歡嘅，係多謝你。阿車你幾高？阿車你一路唔係一六八咯，係啊，講過係啊。加上啲人數加二啊，你諗下。係啊，咁跟住咧呢個就係阿 Bowing 啦 ，Bowing 嘅包包啦。咁因為咧少啲有啦，咁我今晚就講下佢係 Pre-Love 嚟嘅。Hello Sammy。真的嘛？我其實即係冇乜點燙染，所以好啲咯。我覺得係啊。咁跟住好啦，因為真係冇染過咧，會好啲。我自己覺得係啦，咁樣係咪啊？真係㗎 ，Hi Viv， 好啦。咁呢個咧裏邊係淡粉紅色啦 ，Creepy Love 嚟嘅。咁佢係一個啊，導演啊，不如你俾埋我自己度一度俾佢哋睇啊，一個 size 啊，我就。唔該，咁咧佢裝到 Pro Max 嘅，佢空間感係大少少，佢有18cm， 20000以上嘅 Pre-Love CC 黑色 flat back flip 啊，有 friend 啊，有好多20000以下嘅店長一喺度啊，大件事啦，做到聽朝喎，佢仔有啊，係啊，我呢邊都有啲20000以上，咪就係20001咁樣咩？20000以下真的是20000以下咯，未19999咯，系啦，咁呢个咧就有少少帕斯痕啦，但系都几可爱嘅，咁佢就夸张少少啦，咁大家可以
我可以打七咩？哇，同埋呢度有得自己教長短 ，pre love 嚟嘅，價錢喺你個腦度啊 ，baby。2980。Hi wise， 2980。好，俾下導演先。好啦，我研究一下先，我自己卡一卡佢先。再換咗又 lock 添。你一邊有冇啲啊？點解有啲紅得？黑色啊！嗱，類似呢啲咧，睇下先。又是在導演監督下提早開工，欸，你這句可不可以跟我抹低它？這個真的是讚，這個東西是讚，這個東西是讚，讚美你，我聽不到是負責。這個是簡單的CC款式啦，我印象裡面呢，要找一找啊， Sorry miss 了，可不可以看之前的相機包可以上呢？好滿意的，真的是調演好東西嘛，不緊要。是因為現在呢，我們發覺呢，想問一下你買了豬鼻手鏈有沒有戒指襯回？有。你是不是買了銀的，要需要銀的豬鼻戒指是不是？導演，我哋覺得好似有喎，我記得。咩豬鼻戒指？而家冇啦，而家冇曬啦。係啊。哦，暫時未有啊 ，Cindy， 你 WhatsApp 定店長叫佢一有貨話你知。係。誒，玫瑰金就有。玫瑰金就有。好啦，導演得，獎咧 OK 嘅個。好。2980。好。這個呢，你可不可以幫我問一問？可以啊，你幫我問。是啊，要全黑。我度一度個闊度給你先。什麼店長是夜貓族，導演是早歸場，是啊是啊。早場來的，他那個。歡樂早場。看戲都是60元的。導演看那些沒了，不是，店長看那些80元。40元。或者其實是刪了，你沒想去做。30cm,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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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cm,
我叫阿導演再 check 出下價錢位置啊，因為呢個我反而知價錢，呢個又係超抵，18,800，18,800，超抵。孭出嚟點似18,800？係好靚，我覺得。咁咧睇下先，20,000，呢個要22,000啊！唔好意思，我再 check 下有冇啲再抵過20,000嘅先。問一問佢店長啦，不如呢個都係30cm，呢個都係30cm，呢個都係30cm，呢個真係抵嗰啲個，超靚。冇卡有貼，18,800，靚，完全係保持個角，好靚，好靚，好靚，好呢個，七皮。呢個唔係喎，呢個唔係，我出下先。呢個都，嗰啲我要望望。邊個？呢個？係咩？要望個，
佢收埋啲嘢喺邊先？咩皮？頭先 CC 啡黑色係咩皮？羊。所有角啊，啲淺色嗰啲啡角係冇問題，勁靚。好，講住其他先。好，個 C C 咧，我哋繼續幫你研究一下，睇下仲有咩可以講。好，咁我講下手上呢只戒指啦。咁呢只咧就啱啱新翻嘅高 color 嘅佢啦，幾多錢啊，導演？全身、闊身，3280。嗯。我記得是是翻工翻多了嗱，唔係我跟程點做？好啦，我哋繼續講下一樣咩嚟嘅？芭比粉紅，我朋友想買，咁跟住咧導演揀嘅，佢有啲朋友仔咧內斂啲，買件衫誇張一齊，大頭鏈咯咁樣都得嘅。咁咧呢個咧係大嘅 pop up 啦，咁比較sharp 啲啦，因為佢個 size 大少少咁啦，咁配咗金色嚟嘅，金色嚟配咗金鏈，咁出嚟嘅效果係都好睇嘅，我自己覺得係啊。咁如果夏天大家都好似我咁著啲衫低少少咁樣輕輕咁樣啦，咁咧就可以帶條下浮誇少少嘅鏈咁樣。咁呢條咧4800全新嘅，係啊 ，Fanna， 我繼續幫你揾啊，咩話 ？Ivy，hello。401-401-401，我一見到 Ivy 就要傾啦，因為密碼401-401。今日特別青春，係啊，扮店長是否放假？你問佢咩？你我問佢有冇貨，佢冇踩你咁大件事。我啱啱幫你去督促下佢先。阿先多謝 Bobo， 多謝咪咪，等先。頭先嘅戒指中間係咩皮？容唔容易整濕？嗱，佢真係皮嚟嘅，你千祈唔好戴住佢洗手，係不能嘅。佢真係皮嚟，即好似往時你哋嗰啲，你一定要係除咗佢先可以洗，千祈唔好濕水。佢真係皮嚟嘅，係啊，所以嗰隻戒指咧，你真係要即可能你真係要提醒你自己，當你戴嘅時候要除咗佢。老二啲，我整翻我往時喺阿 CC 嗰度住嘅時候個碌俾大家睇，即係大馬住嘅時候。咁啊，跟住咧，好啦，我哋講下一樣啦，唇膏 OK。阿 CC， 我日日喺馬來西亞嘅時候都係咁樣，真係好熱啊！因為香港咧，唔知點解，我覺得又唔係真係熱得咁緊要。啊、但我都知道是很熱的，但因為可能我成日都是在個模度唔覺得很熱啦。呢、這個我係純粹係咁樣嘅咋嚇。阿 Cindy 想睇乜嘢話？嗰隻戒指係啦，啊！但導演話冇嘅，店長話有喎、啊，銀嘅戒指。佢話珠鼻啊嘛。係啊。唔緊要啊，我哋做嗱呢個係齋潤唇膏，好啱大家啊！記住咧，嘴係唔可以乾 ，OK。所以咧，一定要用呢一個幾多錢啊？店長，買導演幾多錢啊 ？How much？ 未答冇識噶嚇，我知道我咪就係、是、我阿導演，我問阿導演話冇，但係我記得我哋係有3980啊嘛。490呢個？呢個490冇色嘅潤唇膏。藍裏通紅啊！好啦，介紹兩隻 Pre Love 嚟，超級中意。多謝你哦、啊。好似有一隻50號，店長話好似有一隻50號，咁唔緊要啦，我哋去揾下 ，OK？ 好啦，呢、這個簡單款細絲絲，細絲絲，咁咧好啱大家咧中意啲好細只嘅朋友。
佢就戴咗你嘅中間嘅啫，佢唔會揼落嚟，唔會跌落嚟嘅。OK， 好細只嘅啫。咁咧，可能我啲朋友仔中意細細只，咁我覺得中意可愛啲啦。咁呢個就非常之好睇。Pre-Love 嚟嘅3500銀色加石，銀色加石，銀色加石，好簡單。好，下一個，下一個咧，其實我想介紹俾大家睇，跟我唔知道咧過咗個鏡你睇得清唔清楚，因為咧我一翻到嚟咧就見到呢條全新嘅鏈咧係靚到一個點嘅。嗱，我希望我過咗個鏡咧，你都睇得清楚。佢係黑色。它是礦石的底，但它中間有些粉紅色的石，即是它是好像幻彩一樣的。你看到實物呢是還更加漂亮過我這樣看，是會很很少見，很特別。它那個我沒有打燈的，純粹是這樣。 OK， 但是它真的因為那個漸變顏色出來的效果是很漂亮。那有些朋友說我不喜歡金色，喜歡型一點的朋友呢，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考慮買的，因為真的我未見過這個款式，或者你們見過啦，但是因為它漸變得來，你見到實物會更加喜歡，真的很漂亮的實物。接著帶走去了全新的它，5500，都有兩個長度的。你喜歡簡單地戴的時候就短一點在這裡，還有可以扔在這裡，因為它的鏈是很長的，幻彩 bling bling， 是啊，它真的很漂亮的。我都不知道怎樣讓你們看到，因為呢其實隔了個mon真的已經差了，差了一點。如果你看到實物，你會真的很喜歡，真的很漂亮，很漂亮，而且很特色。還有什麼時候戴出來都 OK， 即是誇張有誇張，即是你說它很誇張又不是，但到你去到一些特別的場合拿出來，人家會覺得你很特色。好了，下一樣跟跟跟，咁呢條咧就係、是、大家久違咗嘅 Maxi Tweedy 啦，就係我哋最想揾翻之前嗰種咁嘅款嘅 Maxi Tweedy。咁你都知道啦，冇噶嘛，係咪？咁啊，但係咧，阿店長揾到一條俾大家嘅。咁呢個仲係你係中意幾色添，因為你係中深色啊嘛。咁呢條都係深色。咁 Maxi Tweedy 咧，除咗你可以簡單地戴之外啦，就可以咧掛落你哋心愛嘅袋度啦，咁樣啦。咁跟住咧，你哋用 Evelyn 啊。大的29又好，小的 Evelyn 又好，那你就可以自己 treat 埋佢啦。或者好像夏天呢，你又覺得唉，我戴住條筋又不知點，但我又想找些東西點綴一下，你知道啦，打卡是不是？或者有時候去到冷氣位呢，你又想蓋在這裡，其實這裡暖了呢，整件事就已經暖了，這裡吹親沒什麼，這裡不吹得。所以呢我自己覺得啦，這樣 Maxi 是容易用的，到你冬天的時候呢，配搭在你們的褸子裡面攝一攝，那有些款啦，這樣。所以它不再出我都覺得挺傷心，它出了那個款又有些不同，我覺得這隻款是最好用的，就是它第一次出的時候那個款是最好用。那我得一條啦，導演啊，這個呢是多少錢啊？來緊好，它是 pre-love 來的嘛，是吧？是啊，不是，未使用品，未使用品，对，搵咗咁新，未使用品，好，嚟紧，真系好靓，好啦，咁啊，叫阿店长寄翻个靓价俾大家，等我一阵，系啦，呢个有冇价钱啊？冇，未有钱。是啊，2980這個好，2980。 Hello Michelle， Hello Suki， 多謝。好啦，咁呢個真係超抵嘅2980，未使用品啊，冇見過嘛，見親我都係樽領，著住肉色樽領喺度，想打我，跟住好難嘅，幫你哋啊。或者肉色樽領，導演成日想中我添啊！哎呀，唔好好斯文我哋，好下一隻，下一隻標標標啦 ，OK。咁咧好多朋友就話想買啦，咁啊即刻變一隻出嚟啦，店長 ，OK。呢個係個白色嘅，咁咧如果咧佢長短咧，大家可以調校嘅，因為佢會個跟翻俾你哋嘅 ，OK。咁如果你哋有需要嘅，就可以加長啦，即係如果好似我咁就要加長。
即係手冇你哋咁有勢咧，唔好意思，我真係要加翻幾格先得嘅，我哋救都救唔到。係啦，就係咁樣。係啦，咁呢度咧就係咁。咁呢只係38嚟嘅，咁多朋友就中意啦。OK， 買係買啲俾大家睇。咁咧 condition 超好 ，condition 超好嘅，咁有埋保用證啦，價錢係32,800。咁好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呢只表嘅話咧，可以帶佢走，或者你哋屋企有啲閒置咗嘅手袋啦。咁你知啦，手袋你有幾啊？3、4、5、6、7、10個係咪？咁你可以咧就俾個 Lindy 啊店長啦，跟住換隻表戴下啦，夏天又得係咪？太多 Lindy 啦，你哋真係屋企19,900個 Lindy。系啦，或者有啲絲絲啦，你而家已經唔係好想再用啦，咁你就俾店長咯，換隻錶翻嚟戴下都幾好啊，我覺得有啲唔同 feel 啊嘛，係咪？都幾靚嘅影相嗰隻白色。咁跟住好啦，下一樣 Twilon 啊 ，Twilon， 咁呢條 Twilon 咧就好多朋友仔都係需要啦，咁佢哋有為綁佢哋心愛嘅 Evelyn 啦，係咪？咁如果咧大家睇啱可以帶走佢嘅呢個 Twilon 係 how much 啊？全身嘅呢個。是啊，全身好啦，我等啊，多謝 Rachel， 好少見啊嘛，著到著肉色咁。咁好啦，下一個，下一個就係佢啦，呢個綠色嘅湖水綠色嘅佢，多謝你哋啊，俾面啊，開心，心情好好添。咁跟住繼續咁樣啦，跟住咧未使用品嚟嘅，咁呢個就都多朋友仔中意啦，因為佢係呢一個荔枝皮。咁如果你又覺得啊，我都中意咁樣，但又唔想買黑色，我屋企太多黑色，咁你就可以考慮下買其他顏色啦。咁其他顏色呢，如果荔枝皮咧就容易啲去打理啦，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都幾靚，出嚟嘅效果咧，你哋可以當銀包仔咁用都得噶啦。你知啦，啲廢包裝嘢仲比佢少，係咪？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幾好啊，幾好用嘅。咁終於可以帶走佢啦，呢、這個款都抵嘅，7500未使用品。Rachel， 多謝你。好啦，下一個簡單的他。非常之靚嘅 Lolo， 咁呢個 set 細啊 ，mini 版嘅 Lolo 嚟嘅，咁大家都中意嘅，又係嗰啲咁樣嘅米色啊，你哋最中意嗰啲色啦，係啦，咁可以打斜咩啦，係咪？咁如果大家都中意嘅話咧，夏天同冬天都好好睇嘅，咁你冬天襯大家都又好睇，呢個色都容易襯。咁咧店長話做靚價喎，睇下幾靚先，望一望，6,980。咁我覺得呢個袋咧係值得投資嘅。第一，佢 condition 好新啦，咁同埋你行到你用到一本一段時間啦，又想換袋，你咪俾翻個店長咯，係咪都係嗰句，非常之好用嘅。同埋夏天咧用佢都幾靚，簡單啦，載到手機啦咁樣。咁如果都中意 Lolo 嘅朋友，呢、這個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咁可能都去家用啦，翻工會覺得細一啲啊，不過算啦，你哋而家好叻噶啦，翻工都可以用到好細嘅手袋嘅。冇啦，咁啊带走 ，OK， 咁下一个啦，下一个咧就系一个好得意嘅小包包，睇下先，一个 monogram 啊佢，好中意佢噶我，我有个 multi colour 噶，咁跟住咧，早知嗰时买呢个色啦，咁跟住咧我仲好似 last long 得更加耐咁样，系，下次我都。叻咗啊！要買啲last long 啲，咁呢個超得意啦，小包包，咁佢都夠裝下你哋要裝嘅卡包啊嗰啲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想裝電話呢個款就唔得啦。咁如果你話三星我唔知道，係啦，三叔我唔知道，係啊。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裝往時嗰啲蘋果就唔得噶啦。佢係一個短短地嘅小包包嚟嘅，咁但係可以當手機用啊，裝埋你中意嘅粉盒啊、卡包啊，咁佢都可以裝到唇膏仔啊，咁都 OK 咁啦，揸住出街都係好得意嘅，係咪？咁如果大家中意帶走佢，呢、這個咧係4500。好啦，下一條，下一條喂 ，Ivy 嚟啦。咁頭先你一嚟，我已經想同你講，咁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呢個色啦？咁我好中意嘅。
黃色的佢，咁佢係一條 pre-loved 嘅1401401啦，咁跟住咧cash rare 啦咁樣嘅，咁我會打開俾大家睇下嘅 ，OK， 咁咧係咁嘅，都係一啲 H 嘅元素啦，佢係一啲好似一啲皮帶啊咁樣啦。的 pattern 啦，咁如果大家都中意 sharp sharp 地嘅話咧，咁 sharp sharp 地咧就投資一條 pre-loved 噶啦，平平地係咪？咁就到你哋真係好中意嗰個款咧，先買一條全新噶啦，揾店長6000幾嗰啲啦。咁咧 pre-loved 呢條超抵嘅3300，咁如果中意嘅可以帶走佢 ，OK， 3300 pre-loved 嚟嘅。帶走佢 ，OK， 好啦，下一樣，下一樣咧就係耳環時間啦，又嚟 ，Hello Jenny， 咁呢個嘅呢個我又係覺得好靚，底係啊真係底，好啦，呢個咧我自己覺得特色啲嘅，佢係咁嘅。下面是你們至愛的山茶花，上面是絲絲金色，嗱佢冇我嘅心形咁大隻嘅，出嚟嘅效果是温柔可愛咁樣。咁咧就吊住有粒花仔啦，上面咧有石啦 ，OK， 咁出嚟嘅效果咧都幾特色，好靚，3300 pre-love 嚟嘅，咁一對靚，係啊 ，Ivy 嗰條 OK 啊，見到你諗起啊，咩話？係啊，咪咪，我真係要襯呢啲咁嘅色噶，嗰啲黃色啊、粉紅色啊、綠色啊咁樣。其實黑色我真的有啲難度上一集著黑色個觀眾話 O K， 係因為個中間全部都係白色，個反光擺喺度，好搞笑！我真係唔係好著，我真係著唔到黑色。講真的，大部分人著到嘅嘢我都著唔到，就係 cashmere 加絲質，唔係成條 cashmere。佢嘅1401401係成條 cashmere。係啊 ，Michael 係成條 cashmere。Hello Karen。是啊，所以不用跟大家爭衫買了，阿車你衝落去就是買白色的，3300，好，好了，下一個就是 H 了， pre-loved 的牙， pre-loved 的牙，這是窄身的，那有少少髮絲痕啦，它是啦，這樣哎呀，你知唔知有時啊？我見到我有啲朋友啦，佢哋會做一啲黑色 lace 衫，咁唔係話即係好露嗰啲啦，即係可能係因為喺件恤衫咁啦，咁佢露，即係，但係你著得好好睇嘅，一著落我度就覺得，唉，快除翻佢，跟好唔好影響件衫？件衫好靚。即係咁，你都知道好多時去飲嘢或者佢哋都會做一啲黑色透明嘅 lace 衫咁樣啦。就算可能是恤衫啦，唔係話露啲咩，但我真係著唔到嗰啲咁嘅嘢。總之人哋著得好 sexy 嗰啲咧，著出嚟就真係好沉啊！著咗落我度，唔知點解。2980 pre-love 嚟嘅，算啦，有白色衫俾我著下，我好開心嘅。咁好啦，好啦，下一個咧，一個好貴麗嘅顏色啦。咁我自己中意嘅，因為我覺得嘅紫色少啲件，少啲件。喜欢紫色的朋友我有的，我有个朋友很喜欢紫色的，他说紫色漂亮，我也觉得是，我小时候看的星座书说那些人马座都是衬紫色的，是不是很漂亮，这个紫色 pre-love 来的，都是2980，当然啦，如果大家喜欢黑色的话我们有很多选择的，但是紫色呢就反而少一点了， pre-love 来的。 Hi 士嘉，菠萝窝佢系咩嚟？全新噶，全新嘅，无合迹。好啦，我哋又介绍窝来窝去啦。OK， 咁跟住咧，嗱呢只灰系咪好靓先？新色嘅灰嚟嘅，嗱佢但系佢又唔系积雨云咯。跟住36.5全新的灰色拖鞋。咁呢个咧窝来窝去几多钱？4980全新。4980全身，好啦，下一個長嘅絲絲銀包，等我一陣。
boy 嚟嘅 ，women 黎子皮長嘅 condition 呢度有少少使用痕跡 ，OK， 但係唔知抹唔抹得甩，我哋要試一下。咁其他都 OK 嘅，有卡有貼。外觀是 OK 的，但裏面就有少少呢度，我一定要抹一抹店長可唔可以抹走佢？嚇，我唔知道，而家我唔敢搞佢住。係試一下，唔緊要，啱導演試一下。但係出邊嘅外觀咧係有九五身嘅，真係好靚。但係裏邊咧可能有少少痕跡，我要話聲你聽。OK， 咁呢一個咧6600。好啦，我哋有時候講下手袋啦，講咗細粒嘅嘢 ，OK。我啱啱再講呢堆嘢，俾我講翻。呢個問埋幾多錢先？問咗啦，唔該曬，好，我哋睇下袋仔先，因為大家都想講袋啦。跟住我哋會講大約六隻 pickle tin 嘅，跟住來一次過講 ，OK。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手槍包啊，手槍包黑色，嗱好易襯嘅，其實好靚靚。為什麼我會喜歡有這些鏈的手袋呢？因為 CC 全部都是這些鏈，就是因為我很多時候都會穿類似這些衣服，說以前或者現在都好，我都會穿的，但是少一點，香港就但是就它這些鏈我覺得很容易背下去這衣服很好看，如果條帶太粗穿這衣服不好看，我自己覺得我所以就喜歡這些幼鏈的手袋，所以這個手機包呢，不是手槍包，我都是超喜歡，咁大家中意嘅可以帶走去啦。咁呢個咧去街同飲嘢或者翻工咧都 OK 嘅，因為佢黑色啦，同埋山羊皮啦。山羊皮咧黑色嘅山羊皮咧，其實出嚟嘅效果係好靚。咁呢只都係超級靚價添，我記得店長話俾我聽。等我望下先，係咪30000幾？我記得好似係。阿店長啊，係咪39800咋？抵啊呢、這個，超抵，好用啊呢、這個。好了，妹妹了吗？好了，下一个。下一个呢新嘢嚟噶，超级靓 ，OK。好想讲，哇，超靓超靓啦！装到手机啊，呢个紧要啊，呢个嗱，装到手机嘅包包，嗱，佢咧就长。這個今年很流行的這樣的形狀 OK， 我打開給大家看，等我一陣，等我戴回專櫃的手套先，因為這個袋實在太漂亮了 OK， 我一回來呢，昨天還是前天呢，前天的星期一的，不過我們打算分開一些東西，分開一些東西慢慢說，是的，是真的很漂亮，很驚豔的，我想告訴大家，它很漂亮，這個金色，這條寫著 CC OK， 那條鏈就是正常啦，條鏈這樣啦，我打開給大家看看，裝到你的手機的，裝到 Pro Max 的，這個長度是那裡面有著長長的鏡啦 OK， 那就空間感就是這樣的，是啦，那如果你慢慢放好你的手機，但手機不要那個殼那麼深那 麼闊啦，那我放埋卡包仔都應該 OK， 那這個款是全身勁啊，真的漂亮到點都忍不住打車咩咩先，靚導演我都覺得靚，哎呀冇靚啊呢、這個真係好靚，好啦睇下幾多錢先，26800全身，26800全身真係好靚，講咗唔該，26800全身上面寫住 CC 啊，超靚，咁大家如果有啲閒置咗嘅 Pico Teen 咁樣。你知啦，有8個 Pico Teen 係咪？咁跟住咧可以換翻呢個翻去玩一下 ，OK？ 咁靚嘅呢出價真係真係靚嘅，導演話齋。咁好啦，我哋又係時候買太陽眼鏡啦，因為咧咩有閃石嘅係睇到㗎啦，佢哋知㗎啦。嗱嗰度咧有珠啦、閃石啦咁樣嘅，同埋金色嘅，同埋寫住 CC 嘅，嗱講齊咗㗎啦。唔係扣人工好大件事。咁落去下一樣，下一樣咧就係一個咧 CC 嘅眼鏡啦。咁佢 pre love 嚟嘅，嗱大家睇下先，佢咧好靚仔嘅。呢度咧係有個米米地色嘅邊啦。OK， 唔好意思，隻戒指揾唔揾到先點啊？冇啊，珠鼻係咪啊？係啊，冇啊，得玫瑰金澤。珠鼻要訂啊！我哋而家珠鼻要訂。係啊，得玫瑰金我先點？導演話。
係諗啊，要到係揾咗啦，揾咗啦，揾咗啦，係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Cindy。咁樣就咁、是。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可以帶走佢幾多錢？1500，1500齊曬噶啦，成套。嘟嘟，好好睇，簡單，真係超好睇啊！這個好啦，咁大家可以帶走佢1500就抵噶啦，呢只 OK， 帶走佢啦，你哋帶翻落個專櫃嘅袋度先。同埋呢啲款好易帶啊，帶出嚟咧又好易襯又有型。好啦，帶走佢啦，下一樣。36的 GP 訂，加錢你有我 baby， 現在攞好，好啦，36的 GP 啦，依、這個嗱，咁36的 GP 咧，呢、這、一個顏色咧，我自己覺得好好用嘅，你可以上博啦。冇休閒咧，其實 GP 真係好用嘅 ，OK。咁咧，我今日咧有個 friend 嘅 ，OK。除咗呢個進區之外咧，我哋有我哋中意嘅好朋友。阿犬嘅，咁跟住咧，得噶啦，應該會有進區嘅，唔使擔心。但呢排咧，我好多朋友仔都想買犬啦，咁我都為佢哋準備咗一隻犬嘅 ，OK， 咁樣，咁你就可以咧，咁樣同佢喺埋一齊啦。呢隻犬一陣先講幾多錢啊？但佢好可愛嘅，攞條 GP 出嚟擺住先。記得佢個樣幾得意，成只 Golden Retriever 咁，有冇人屋企養緊啊？我屋企我 friend 話，我 friend 屋企有三隻，哇哇，真係勁啊！你屋企走嚟走去嘅成日都咁好啦。咁呢個咧就是、一個非常之靚嘅 GP 啦。咁我哋講埋先嗱，佢四角咧有少少使用痕跡咯，會夾你毛嘅。OK， 咁呢一個咧係超抵嘅。OK， 13800。13800，但是它這些位置呢保持一個很新的狀態的。那我四角呢剛才大家看得清楚是真的有使用痕跡的，但是呢店長是幫到你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呢可以叫店長幫下你。嗨傑英，那跟住呢但我覺得大家用住先啦，不用下下架整那麼多東西住啦，因為本身我價錢是溫柔的13800。那看看裡面先好嗎？裡面咧，佢都保持一個非常好嘅狀態嘅，但四角咧，我頭先俾大家睇咗咧，真係有啲使用痕跡嘅。咁如果大家都覺得啊，唔係啊，我都係要店長幫幫手，咁店長可以幫到你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其實我覺得大家用住先，因為佢呢個位咧，其實都完全係保持一個好靚、好新淨嘅狀態。咁大家咧，唔好嘥一啲時間同佢相聚，一買就用咗佢先啦。同埋13000多啦，我覺得真係超級抵，拎住個 GP 出街幾好啊！13000多，銀包都買唔到啊！就嚟開始，你知 CC 而家加價加到一個地步，真係好貴啲嘢。咁但係咧喺度賣都係温柔嘅，唔使擔心。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抵玩嘅 GP 啦，13800。咁無論你想同佢去街啦、去旅行啦、shopping 啦，都係非常之好用嘅，因為佢本身係好夠用量啦。到你好攰嘅時候就可以上博咩啦，顏色咧都唔使鏡住用嘅。所以呢個係抵嘅，咩 size？ 36嚟嘅，咪咪，36嚟嘅，13800，四角有使用痕跡，但係表面、裡面都係靚嘅。OK， 抵，13800真係好抵。好啦，阿犬咧，阿犬係2500，咁好啦，唔緊要。如果大家咧，就呢個咧留翻俾都中意 Golden Retriever 嘅朋友。OK， 我哋中意進區嘅朋友咧又可以講。OK， 咁啊講啲進區啦，同大家。咁咧講就 sharp 少少啦，好冇？咁樣講就可愛嘅。呢只咧都係細 size 嚟嘅，以後落嚟兩隻都係細 size 嘅進區啦。咁講第一隻先。嗱，如果你話啊呢、這個袋好抵喎，我決定係買多隻進區嚟陪下佢咁樣。咁啊兩隻進區都係抵嘅。啊店長做幾多錢啊？啊導演你知唔知啊？3980。好，3980全新嘅。Pre-love 嚟嘅。3980。但係好衞生。但係好新。咁呢只就 sharp 少少。咁如果你話你想要這個跟其他袋講，好啊，咁呢只係啦，咁都幾抵啊，加埋佢都係17000度，17000多少少，係啊，多少少咯，係啊，但真係好抵噶啦，13800好抵，
阿犬好靚，係阿犬好靚，阿犬好得意嘅，只高中 retriever 嚟嘅。好啦，帶走佢啦。好啦，呢只可愛嘅種龜都得意嘅，3980細 size 好，俾翻阿導演先。呢度真係好對，好多個，帶走。好，知道。我想呢堆全部是 friend 嚟嘅，好得。好啦，下一個咧就我個 friend 啊 ，OK， 超級中意呢個咧 Tiffany Blue 嘅嘢啦。係啊，好靚，真係好靚，覺得係。因為 Tiffany Blue 嘅 So Carry 啦，好容易用啦，超級好睇啦，如果大家中意可以帶走佢 ，OK。啊，同埋咧，我上網唔知真定假，我見到人哋咧話咧出咗個 Starbucks 嘅杯咧係 Tiffany So Far， 唔知真定假。如果係就好啦，好靚噶個蝴蝶。一定香港有嘅，香港一定冇啦，又俾人買曬啦。我上個禮拜都唔記得上嚟，阿犬都咪睇得似可以啊。阿犬呢度啊，嗱，我都知道大家係好多係愛犬之人嚟嘅。嗱，佢呢邊咧係深啡色嚟嘅，咁呢邊咧就寶藍色嚟嘅。咁咧條 Twilly 就 mix 咗啦，咁大家中意嘅我可以帶咗佢啦，攞埋我個 Pico Team 俾大家睇下啦，好靚噶。當然如果佢好彩咧，你出嚟嘅效果未必真係咁特色。如果你佢就係因為深深地色啦，出嚟嘅效果幾靚，我覺得。即係如果紅色咁，你可能覺得紅色可能比其他公仔會得意啲。佢係咪好有佢嗰個感覺咧？佢個樣幾 royal， 中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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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主人，主人，佢講緊嘢咁。好啦，咁大家可以帶走佢2500啊，呢個全新嘅。好啦，帶走佢。好啦，下一樣啊，講埋我貼翻啲杯先。係呢度點啊？要搞搞先。去睇下價錢先，我講住其他先。好，我想問咧，我係咪要係啦？咩俾大家睇噶 ？OK， 咁幾多錢啊？呢個35,000好。哦，知道。大家唔介意嘅，我可以試下，因為有觀眾問，但係你要知道。啊！我係圓圓地嘅塊面，所以咧大家有心理準備啊，就係、是、咁樣。如果戴咗就係咁樣，型啲嘅，型格啲嘅，但係佢唔誇張咯。我覺得大家都會戴得到。咁上面深色少少啦，下面淺色少少啦。咁大家可能揸車啊、去街啊都會方便嘅。咁呢個款就靚嘅，我自己覺得大方啲嘅。我少啲買呢款嘅，真係。幾張？因為好，我知道大家中意簡單嘅。唔會食，因為我個腳，我都係。Okay.我幾襯你喎？係咩？我好少買呢款嘅喎，原來襯我真係好啦，大方啊呢個款，大方得體，真係好靚。好啦，咁你哋帶走佢啦，1500好抵，有埋個盒噶，全套。等我一陣先，放低。都係佢話你靚啦。哦，多謝。好啦，呢、這個。幾多錢啊？咩咩咩地底嘅本身，你講啊，繼續講。我手上 H 係硬係幾多錢？哦，呢只5980，5980新款嚟嘅呢只，新款嚟，佢係粉紅色啦，珠放色噶嘛，我咁有啲花咁樣，係啦。咁其實有花嘅，我哋都翻咗好多唔同嘅款，不過我覺得呢只色好靚，彩色，係啦，5980。這個呢個咧，阿店長要計翻個靚價錢，未知幾多錢，得我啫。好啦，我知講啲知嘅先。喂，呢個係咪講噶 ？B B， 嗨，14800。威爾 ，Cindy 問我咪全身乜嘢係咪全身啊？死啦！眼鏡？我隻眼係咪全身？隻眼係全身啊，身啊！有花的暫時未有 pre-love 噶，全身噶5980。有一隻粗咯，粗身。粗身。粗身有花嘅。我哋另外有一隻粗身有花嘅，嗰隻就唔係全身。我嗰個係圓形咯。圓形嚟噶，圓形嚟嘅唔係啦。咁呢個款係全身，全身係啊。上次嗰隻唔係全身，俾人買咗擰住面。呢個係咪講噶？係啊。
係啊，全部都係。好 ，Swift 皮嘅27暴裂 ，Swift 皮嘅27暴裂。咁大家中意夏天濕濕地嘅，佢又係呼吸涼啦，勁勁中意啊，勁中意佢啦。咦，我真係突然間好懷念頭先嗰條3322嗰條筋添，依家俾人買咗啦，冇拎出嚟。即係我見到佢，我就要攞埋頭先條筋出嚟用下先。係啊，咁大家可以帶走佢 ，OK， 超靚啊呢、這個，睇下四角先。29800，點解啊呢個？我記得係咯，我記得係29800咁嚇我，講錯咗？你幫我 confirm 啊，店長啊，睇埋條帶先。Pre-love card 包，得得，咁樣嘅 ，OK。咁如果大家中意呢一個款咧，四個卡位咧，咁你就可以考慮下佢啦 ，OK。咁啊，佢咧係 pre-love 嚟嘅，有埋盒啦，4800。好啦，下一個，下一個咧。我覺得咧，我好多觀眾之前揾嘅，咁咧今晚咧就要講啦。咁店長終於揾到啦，睇下佢係咩嚟，就係你最中意嘅珠鏈啊！咁咧呢個珠鏈咧就係你最中意、最中意，好簡單啦、啊，可以同你發生咧長線關係嘅珠鏈啊！咁點解呢？因為佢款係好 classic 嘅，咁咧亦都唔誇張啦。我啲可愛嘅觀眾咧可以經常同佢喺埋一齊，就係、是、咁樣啦。佢啲絲絲咧唔巨型嘅，簡單細細粒嘅，咁咧就非常之啱你哋咧長期。同佢出街街啦，咁無論你嗰日著啲好簡單嘅 look， 好似我今日咁啦，或者嗰日著住你哋嗰件價值連城嘅 tweet 啦，佢都可以咧駕馭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個面之後，套衫升級嘅，係玻璃套衫，無論你嗰日套衫簡單咗，好似我呢啲喺日本買幾千 yen 嘅又好，跟住或者你哋件衫係幾萬蚊、十萬蚊嘅都好，咁佢都駕馭得到，非常之好。咁跟住咧你。好犀利！件衫咧底嘅咧就高級咗啦，件衫咧好貴咧，佢又可以唔緊要，佢都唔興，佢都唔怯場嘅。咁所以咧，非常之好用。呢條咧就可以大家考慮一下嘅。咁價錢都温柔啦，6950，呢個真係抵嘅。大家轉去帶走佢啦。OK， 係6980啊 ，sorry， 唔係50啊，爭一杯 Starbucks 嘅價錢啊，陰公。6980啦。差$30噶 ，OK， 我唔會，我唔得啊！扣人工冇得飲啊，三蚊好慘。我哋個麥樂雞都50多蚊，唔可以食18件。好啦，下一樣。嗱，呢個咧頭先我睇好靚嘅，睇下唔係真係嗰樣嘢嚟先。咁平嘅，好靚喎。唔知喎，佢喜歡就得㗎啦。真係啊，店長喜歡就得㗎啦，真係。估佢唔到，扣人工，陰公啊 ，Fanna 嗰$30啊，大嗱嗱$30大件事，我聽晚都要開 live 啊，咁樣，冇人翻嚟陪我，即係我自己一個做，係啦，我繼續講 ，OK， 嗱呢個咧就係好抵、好抵、好抵同好抵嘅袋啦，你必須要買噶啦 ，OK， 咁跟住咧，等我研究一下先，喂，我好中意嗰個，襯埋一 set 就好啦。唔該，可以攞嚟俾我吧。上次咧唔夠你快啦，本身想買嗰個墨綠色嗰、那個飯盒包，唔知邊個買咗，快唔過你哋，冇人幫我 cap 圖陰公。好啦，咁啊，我變佢出嚟先啊，真係靚到一個點 ，OK， 唔會俾你哋咁易睇到佢係咩嚟嘅 ，OK。真係好靚，咁大家估下咧，我會變啲咩出嚟俾大家先。咁咧呢一個袋咧都係今晚會講嘅，佢幾多錢啊？呢、這個夏天啊，我有啊，6500。咁我變啲咩出嚟咧？正啊，梗係 P
平噶 ，OK。好開心見到背影。Constant to go 嚟嘅 ，to go 嚟嘅 ，to go 嚟嘅，哇幾型啊呢、這個！喺包包裏邊隱藏咗一個不平凡嘅袋 ，OK。咁咧佢咧係可以咧示範俾大家睇咧，細嘅包包咧都可以裝到你哋 constant 嘅。咁用 constant 朋友咧都可以買實包包嘅 ，OK。咁呢個超級靚啦，好難得啦。咁、那個價錢有冇計錯㗎？計係唔可以扣人工嘅大件事啊！我哋兩個係啱嘅啦嘛。估系咯，你估系啦，叫佢自己 check check。Hello， 等下我睇多次。相遇边度？呢度咯。我睇完个价钱有啲惊。Pluff 嚟噶嘛？咁啊点啫？但个身到咁喎 ，Pluff 个扣完全冇花噶喎。佢真系好靓。公道噶嘛？我点知真系好大一 set 嗱一 set 带走咧系冇特价嘅，因为呢个已经太平啦。大家估唔估到几多钱啊？估下唔住估。我哋啲觀眾又試下佢哋估下幾多錢先。最接近嘅觀眾唔該，嗱我哋三二一試下，你估下幾多錢？佢係 pre-love 嚟嘅，但係 condition 係九七新以上。你估下店長究竟賣幾多錢？大家係啊 ，OK 啱啊。好，咁我睇下第一個觀眾估下幾多錢先。我希望有觀眾答我。熄燈㗎，我睇下係咪熄燈啊？鄭姐，你不管試下。看看先，我發覺咧 ，Candy 你要買走佢，你係估中咗，真係四萬五，我真係好驚頭先，我有冇睇錯啊？六萬五啊，你知佢啲嘢噶啦，九九八零 Queenie， 嗱，唔止熄燈噶啦，要拉閘啊，四萬五嘅，四萬五嘅，好勁喎 ，Candy 你知嘅，你心算噶，係咯，我哋第一位觀眾估影中咗，好犀利啊佢，你啲人可以買下落彩嗰啲。估曬六個 number 咁樣，咁咧真係四萬五嘅。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可以帶走佢，或者有朋友仔揾 condition 最高嘅話咧，呢只嘅 condition 基本上九七新以上，九七新以上。咁所以如果佢都想買嘅話咧，呢、這個真係超抵嘅。咩可以襯埋飯盒環保袋，係啊一齊出。其實我都係中意咁樣嘅，我舊時出街都係咁樣。不過我嗰個就係喎。店長我都是藍色人包咗加藍色的化包是一 set 的所以我很喜歡這樣拿出街大家帶走他好帶走他麻煩 OK 好啦好勁啊 Candy 是 Dude 給我 like 你好啦咁帶走他這個真的超好 condition 麻煩你們他不可以住在這裡他要住在你那裡 OK 你快點給他住在這個豪宅那裡但他出街真的很抵這個四萬五真的超抵好啦下一個這個栽到手機的 CC OK 噠噠那這個呢是不是 beige 來的我沒看錯是的 beige color OK 噠噠那好啦那都是一些呢容易用啦夏天用啦 pre-loved it 它價錢在我這裡在你這裡價錢1980好 pre-loved 1980栽到電話的他 ，OK， 裝到電話的佢 ，OK， 荔枝皮睇四角，嘟，抵嘢，帶走佢啦，裏邊好靚仔啊，仲係 ，OK， 好啦 ，OK，OK，OK 啊，導演中唔中意呢包啊，導演，我咪買咗隻黑色，你買一隻黑色，嗯，好犀利，唔見你用俾我睇嘅，成日收埋你用啊嘛，店長都話我做乜冇用，係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你想中了一个袋他可以送个 Band Station 的纸袋给你环保袋或者我来见 Cherry 一面玩我啦不是我帮你复试的 Candy 他一定会送一个写着 Band Station 的袋给你的你不用担心就送那个给你生意难路给你生路好啦咁樣，咁我哋下一樣嚟啦，就係咁嘅呢個。Sorry， 係啦，勁靚嘅高卡啊，咩嚟噶 ？Boy， 勁嘅高卡嘅 Boy，OK， 帶走佢啦，真係好抵啊！咁都俾你估得中四萬五。
嗰、那個袋我成日店長買親都六萬幾啊，嗰啲咁嘅六萬九千幾啊，我哋估都估得出啦嘛。所以我一睇到我諗啊，死啦！扣人工唔掂啊，扣兩萬。跟住咧，我嘢好驚，好驚，係啊，真係。多謝 Candy 參與嘅，所以聽日一定要買臨菜啦。跟住落去包喺我哋間鋪啦，之後因為中咗啦嘛，我哋可以去旅行啊，成班。我哋都是等你中的 ,ok, 咁所以应该 ok, 多謝 Candy, 我哋要咁跟住拉破去旅行，我哋终于可以去长洲去一游啊。鱼蛋。呢度係啦都鱼蛋我就去长洲。咁跟住呢我學飘食。飘學飘食你唔好下面有啲好惨举起你。咁害人啦。咁好啦但係就呢、這个呢个系一个牛皮嘅佢啦。就型格啲嘅，咁而家你可能夏天咧，其實咧襯下淺色衫都好睇嘅。到你冬天嘅時候咧，襯大褸更加好嘅。好，明天睇中包起曬佢，係啊，真係。跟住我就開始頭一陣啦，可能要即係休息三日，咁我哋成班同事去曬長洲慶祝下咁樣。我本身諗住去歐洲嘅，但係冇啦，真係去唔到咁耐，只可以容許離開屋企三日，所以全部都去長洲。Okay.好okay, 这个就是28cm 请问 boy 什么 size 33800好新好新超靓、啊、真的很靓的食物好了我继续讲一下呢、這個你知唔知幾錢？1400。好，呢、這個1400。好啦，俾你。咁我哋繼續講。披高天，披高天時間。細。第一個出嚟嘅就係佢啦，呢一個新品的它，價錢係33800，33800。有冇優惠價？有冇優惠價？我哋問緊啊店長啊，可唔可以優惠啲啊？全新嘅佢，第一個出嚟嘅就係佢。剛才思思幾多錢？33800，係嘛？呢個嘛，好靚，33800，超靚。冇，呢個唔係33800，係啊，33800啊，係嘛？呢個係33800，一樣啫咁啱。哦，一樣咁啱真係好，我都驚我自己記錯咗。Hi Lily， 好啦，全新的卡啊，同埋你後面有個 friend。好，跟住另外你最喜歡的大象灰，大象灰呢、這個22嚟嘅。嗱，俾埋個二餐嘅18，大家對比一下，咁出嚟嘅效果就係咁樣。大象灰二餐大象灰，咁樣 size 出嚟嘅效果就係咁樣啦。咁至於如果真係用長人包嘅觀眾，你中意嘅就可以買22，但其實18咧都裝到長人包嘅，但係可能打斜咯，打斜咯，你話唔打 OK， 咁就會裝得好啲，係啊。不會突出嚟嘅，18都不會突出嚟嘅，咁就只不過你可能要打斜擺啦，唔可以動直佢咁樣咯。係話聲你聽先，因為都要抗傷翻大家需要啦，同埋嗰個大細嘅。OK， 價錢，係，唔該曬。頭先個 P 14係31800。哦，好，等等先。我哋翻咗轉頭先嚇。你想買18，已經有個22，好啊 ，Karen 嗱。好，而家攞18。你等我一陣，我叫導演幫你攞啲18出嚟。咁咧，18咧，我有隻好靚嘅黑金底環嘅。咁如果你話要全新咧，我哋可以睇全新嘅 Karen。OK， 咁呢隻咧，店長話做靚價減2000，31800，31800全新。本身33800，而家31800。18奶茶，佢咪減啊都？18奶茶花花，
22已經是黑金，好，我哋睇其他顏色。大丈夫幾錢啊？而家你嗰只32800，而家我呢只32800，哦好抵喎，好抵啊！奶茶32800，嗯好，22，大丈夫22，39800，金球39800，真係好想有個 Pico T， 我見到咧人哋拎咧好靚，我又好中意，好中意同中意。好，跟住到呢個38，好，二攤38，35，二攤銀球18，35，二攤嚟噶呢個。好啦，下一個藍金嗱，唔跟呢條嘢嘅，呢條唔關事嘅，呢條我哋綁俾大家睇下嘅啫。OK， 藍金全身喺呢度價錢。31800。高卡拉18銀球，高卡拉18銀球，高卡拉18銀球幾多？37800，高卡拉銀球37800。好啦，係時候講只啱啱開箱嘅俾大家。冰川白金球，好靚，真係要買。冰川白金球，拎出嚟俾大家睇下。唔係 Nata 嚟嘅，冰川白，再白少少，冰川白金球，超靚。冰川白金球做靓价啦，叫佢唔该。冰川白金球真系好靓。波波價錢好啦，係時候講埋我今晚要講嗰個啦。咁呢個咧就係高卡拉 pre love 啦。冰川白未知幾多錢？等一等先。冰川白真係呢個好平，即係36800。36800嗱，店長好犀利㗎啦，減2000，你叫佢咧好辛苦先撳到個2000出嚟。咁好啦，下一個。全新喎呢、這個，未使用品嚟嘅，未使用品嚟嘅，所以做永優惠呢、這個。未使用品，係墨西哥紅喎呢、這個，係 Rose Extreme 定？可唔可以幫我問埋店長？嗱，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夏天流流咧，除咗高卡拉之外咧，彩色嘅嘢真係好靚，所以我明白點解上次咧個黃色俾你哋秒殺咗 ，OK？真係好靚！咦，睇下我個男朋友幾靚仔。你講咩啊？講邊只啊？呢個咯，26800咯。26800，跟住仲全新。26800，全新26800，未使用品啊！呢、這個啲lock全部貼紙未搣嘅。OK， 好啦，我呢、這個。Pre-love 的高卡拉18，不是22，我這個 Pre-love 的高卡拉22，OK？
睇四角先，因為 pre love 要睇四角。頭先嗰啲全新嘅全部都。OK， 咁呢一個咧，二萬八千八，唔計佢嚇，唔計佢。佢係客席嘉賓嚟嘅。OK。真係想出街添，突然間。而家夜瞓醒就再出街，朝早咁好啦。下一樣嘢就係佢啦 ，Two Box 店長係叫超級靚噶三文魚，俾翻進區大家先，買埋進區都抵啊！買埋進區都唔過30,000啊，勁啊呢個！買埋進區都唔過30,000，大家就真係要吊帶走佢啦。紅色嗰只咩 stamp？全新嗰只，而家 check Tony， 等我阵。好啦，鱼鱼熊掌，大家会选择佢，定系会继续选择我个悠悠悠咧？好难答系咪咧？该啊 ，GM Two 要问一问。多年的未使用品 ，D 年的未使用品 ，D 年26,800全新。好啦，有冇嗰个 GM 套啊？我哋诶，哥呀，得黑色咯，上面黑色，哥呀，黄米楼下咩？呢个系咪 GM 嚟噶？呢个系叫 GM， 我唔知。我记得我如果你帶埋去進區走咧，更加好。都係3980咋？都係3980啊，抵啊！27,000多少少？係啊。紅色定粉紅色？咩嚟㗎？頭先嗰只喺你前面啊 ？Rose Extreme 嚟嘅。我就係頭先想問下店長，可唔可以問清楚個顏色係咪 Rose Extreme？定是墨西哥紅，突然間想起，我幫你問一問店長先。等等好不好？好，等我一陣。是啊 ，Rose Extreme 嚟嘅，係啊 ，Rose Extreme。好啦，咁啊，三文魚又係好抵 ，OK， 帶走佢啦。進區又好抵，又帶走佢啦。三文魚真係係啊，三文魚 condition 好好添。好啦，你哋帶走佢啦。係。好啦，3980，再加26,800，好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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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計過啦，都係30,700。幫你計過啦，都係30,700，抵。即係氣氛好好，好想買嘢。導演有冇呢個感覺？有啊，我都係。呢集十二點我俾阿 Sir 睇到嚇。嗰十二點就唔。十二點呢集就 cut 咗，唔好俾我屋企人睇到。唔係我又話想買嘢啦 ，OK。喂，都好啦，跟住繼續講下一樣啦 ，OK。我都冇收過老公送嘅嘢。係，佢唔睇嘅，唔使驚。咁話自己冇睇嘅，個個都話自己冇睇，其實全部睇曬。跟住咧，這個咧就係咁樣。下一個啦，浮誇的，咦？頭先有隻浮誇小水果去咗邊啊？戒指啊？係呢隻嚟嘅咩？係啊，得兩隻啫嘛。頭先有隻好閃㗎。咪呢度咯。啊，系啊，嗱，我哋有咧高调同低调嘅组合，等我一阵 ，OK？ 写咗 size 嘅，写咗 size， 咩 size？ 哦，呢个系嗱，
俾大家睇。呢個咧，阿 Lord of the Ring 咧，浮誇到咧，隔離台咧，再隔離再隔離張台都睇到。OK， 務求係要俾嗰個人刺激佢眼睛。OK， 咁咧就係咁樣嘅，好大個 CC， 好大個 CC 啦，寫咗 size 係14號 size。真係浮誇的他嘅，就係2980。好，咁咧，另外一隻 Lord of the Ring 咧，就係、低調啲嘅，都係14號 size， 但呢隻咧就係、哇嗱，呢、這個見到係啱啱 Eric 啊，誇少少啊呢個啦，你噶，睇下幾型，揈下。型格啲嘅嗱，嗰、那個就 bling bling feel 啊，fairy feel 啊，呢個就型格 feel 啊。OK， 咁兩個真係咧魔鬼與呢一個天使嘅 look 嚟嘅，咁啊好睇，大家就中意啦嗱。我想唱紅俾大家睇下先，係咪爭好遠啊？嗱，個個中意，我啲客真係未必中意咁樣噶，中意咁樣噶。跟住有啲人就好似我咁啊，掉咁啊。我同導演人一隻啱啱好啊，你嗰只我哋兩個。隔離浮誇一定要睇到嘅，好緊要嘅。對我嚟講，阿導演就話：，哎呀，我呢啲文化界嘅，唔好睇到我，我帶俾自己睇嘅啫。哦，咁靜咗，好啦，又帶俾自己睇啦。OK， 咁啊，銀河系嘅朋友咧，咩朋友都有嘅，所以都係睇你自己中意啦。OK， 咁好啦，繼續講下一個啦。阿袋去咗邊啊？喂，咩袋啊？嚇、啊，講完啦。咪呢度咯。哦耶！好啦，呢、這個袋咧，我勁多朋友仔話啊，呢個我哋有冇報價？呢、這個 vintage 嘅 CC， 正面啲嘅，多謝。正面啲好。單。可以打斜尾，有貼冇卡，寬度23 vintage， 幾長？未啊，未俾到。未俾到，好，我哋下面再講。好啦，我哋講啲大家好想問嘅嘢啦。OK， 終於都翻貨啦。16800。頭先個16800 ，vintage。好啦，得啦，想買背包嘅你。男女通用的你，哒哒，是不是好靓呢？好啦，你哋快啲带走去啦！上次阿店长咧一翻咧，俾你哋秒杀咗啦，今次又可以有秒杀嘅时候啦。好中意嘢食，好中意嘢食，好中意嘢食，见到佢就中意。咁咧，價錢係88,000全身，男女通用。秒殺秒殺秒殺！好啦，下一個35嘅 Birkin Vintage 嚟嘅。但是你說它外表上有沒有分別？暫時沒有。35來的，無緣無故還吃包。還什麼皮？什麼皮啊？這個愛馬仕紅來的，等我一會。大家再近距離接觸下先。Toggle 皮，哇！啲皮味好香。Toggle 皮超靚啊，男女通用呢個款超靚。
勁難有，但係走去啦你哋。好啦，下一個呢度幾多錢啊？開心價先，繼續開始呢個，大家揀 A 定揀 B 啊？A、B 帶曬走都得嘅，冇我帶走，陪我做 live 咁啊佢。73,800通殺好，做得好 ，Ivy， 全部通殺去 ，Ivy 屋企得噶啦，幫我。OK， 73,800 ，Vintage 嚟嘅 ，OK。Square B 啊，好。好啦，又係時候，今晚好高卡啦，所以咧一出嚟就係高卡啦，頭先第一個。好啦，嗱呢一、這个咧劲靓，24/24高 color， 咩球？计金球啦，好啦，全新的卡，加钱喺我度，等等，嗱收翻埋先呢个，唉，大家唔使睇噶啦，呢个直接俾钱得噶啦，呢个超靓啊，要发生长线关系啊！好靚嘅呢個，24/24全新啊，高卡真係好靚，得得，睇下店長做幾多錢先。好啦，三隻高卡咧都可以，大家即刻帶走佢。新銅嘅24/24金85,000。Constant 24 7F 89,800，好新好新好新，97新24/24抵，全部新歌是呀，好靚啊，這個都好靚，紅色的 pat pat 袋，好新好新好新，36,500，勁靚，勁抵，97新。講唔講呢度？講。又係 Susu 嘅時間啊 ！OK， 呢個俾你 ，baby。咁咧，我聽我哋啲可愛嘅觀眾講咧，佢哋想要一啲有爭嘅柴。咁我哋咧就有一對超靚的卡，全新的卡，37號腳嘅朋友。嗱，當你著你可愛嘅牛仔褲，著你可愛嘅長裙嘅時候，唔係短裙嘅時候，佢咧係非常之好嘅呢一隻爭，唔攰噶，2.5吋，跟住再加佢。bling bling， 嗱 bling bling 本身咧個價錢，如果你 H 買咧係勁貴嘅，咁當然喺度買梗係抵啦，係咪？咁但係最緊要咧，你只黃金左右腳啱 size 先得嘅。OK， 咁啊黑色底啦，銀色珠珠啦，超靚。價錢呢就望望先，等等。安眾呢邊店長話做靚價嘅，可唔可以幫我問清楚佢啊？可以。係啊，37號嚟嘅。如果啱嘅朋友，真係要帶走佢，有爭嘅我哋好少翻。OK。咁講啲我知價錢嘅先，等等。又俾埋呢個價錢我唔知，你全部都要問。淨係知呢、這個。
好啦，我講到我知價錢先，37.5嘅佢，仲有幾次啦，係啊。嗱呢對咧鑽石扣嚟嘅，呢個款咧好興，勁興 ，OK， 增高咗成2-3 cm 嘅 ，OK， 5 cm 嘅通常佢話呢啲叫做，咁咧價錢係3,300，97新。另外，知唔知啊？未知啊？你講，我鬼嚟啊！哇 ，Hello Claudine， 袋靚，價錢又可以接受，盡快翻嚟香港陪我哋買，好啊，多謝你啊！好啦，呢只又係你中意嘅草鞋 ，CC 的卡，3,500。邊只3,500？你而家做黃色咯？哦，而家我呢對黃色3,500。佢我想問咧，佢唔係溜回嘛？我有行過兩次嘅，行過兩次。OK， CC 嚟嘅，3,500啊？係啊，好抵喎。size 37.5啊，頭先。等我一陣。我先再睇下先。37 CC 呢對37。行過兩次街，喺屋企行嚟行去 ，OK。好啦，嗰對 H 嘅高踭。4,800全身，37号。RV 同埋对黄色嘅 CC 都系行过几次噶吓。好啦 ，CC 拖全身 ，CC 拖全身，5,500 size。38.5。好，今晚嘅所有袋仔咧，我哋都讲完啦。咁咧，听日开几多点？3:30。今日开3:30。OK， 咁大家中意嚟探我哋咧，就可以3:30之后嚟揾我哋啦。想落单嘅朋友 ，cap 图 WhatsApp 去6444470，你到嘅闲置足嘅袋都系可以 send 图俾店长嘅，翻个靓价俾你嘅。咁我哋星期五晚见啦，拜拜。